那个是厕所。现在刚刚漂流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便利店，我身上衣服都是湿的，裤子也是湿的，哎呀，真是苦，真是苦，感觉完全干不了了，鞋子非常脏，不是还擦不擦得干净，苦。不过这边风景还是很好的，是在山区里面，旁边是一个瀑布，也不是瀑布，就是一条溪流。前面这个桥下面这条河就是我们刚才漂流经过的河的一部分。这个是河的上游，然后我们漂流是往西，大概漂了5公里左右，沿着这个河一路往山里面，能见度非常好，10公里以上。拿车证是什么？まずこの車両につなげたのは39番画面が切り替わるまでお待ちください。东京三种，然后现在往新宿二丁目去啊。东京三种那个男主角的口水超毒，多到难以置信。现在是这个0:12，然后我正在往这个二丁目的方向去啊，看不清楚。然后为什么要去呢？就是说，这个是老师当时说，二丁目那边有很多基佬的店，然后像我这样的话去的话会有危险的事情，然后我不相信，然后我现在就去了。这个片子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有个刑警的那件衣服很不错，超屌，肩膀超级宽，像打橄榄球那种护具一样。我们不是这里吗？我不知道，这个东京三种这个片子就是说那个男主角的口水超多，多到这个演他对手戏的那个刑警都已经不能在那个忍受他这个口水滴下来的地步了，我觉得已经要。然后我现在已经话说回来，我现在已经到二丁目了，到二丁目这里了。然后老师说这边是个酒吧，同性恋酒吧很多地方，所以就看一下会不会有危险，嘿嘿。现在已经把二丁目整条街都走完了，然后没有，就后面这条街都是酒吧这样，然后这样再往前走的话就是我家的方向，再往北走就是我家的方向，然后这一条街都是上面有很多酒吧的招牌，然后我现在要回去了，我竟然没有碰到危险，我不服，我走完了。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这条街了，就是说这个之前没有意识到是这个情况，所以就再来看一下会不会有危险，好好。